我跟你说哦，隔壁的老奶奶养了10年的狗死了。啥？什么狗死？我说，隔壁的老奶奶养了10年的狗死了。哇，什么狗死能养10年啊？哎，实在不行，换个耳机吧。哦，是你现在使用的 GH20 吗？对啊，对啊 ，GH20 不只有40毫米的单体设置元件，让你未见敌人先听见声音，更快判定敌人方位，还有可调节式不锈钢制头带，轻量化且舒适的设计，方便眼镜族使用，长时间佩戴也不会不舒服。再说价格也不贵，这真的是一款货真价实的耳机哦。所以你现在是要送给我的意思喽？才不要嘞，你自己去买啦。